精彩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站的地方呢是新鸿鸭庙啊，新鸿鸭呢是为了百姓的安全呐，专抓犯人呐，拘提，对，还有七爷八爷，出巡的时候七爷八爷，马祖前面是千里眼顺风耳，对，城隍爷前面是七爷八爷，原来如此。这样，我们常常到一个地方是应景来设计游戏的。今天有吗？你们还没来呢，昨天我就来看景了。你来看景哦，真的假的？麻烦你了，特别吩咐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搭了一个叫城隍。哎呦，城隍啥？城隍、城墙啊，城墙。对，你看，你像看，像过去很多古时候的护城河啊。对。现在你去明治神宫前面也会有护城河。护城河过来就是城墙嘛。啊，要过那个河就到城。我们这个因应这个城隍爷的这个游戏啊，我们就是城隍一日游，还要爬这个墙，是真的假的啦？从那边开始跑来这边爬墙之后，用绳子跨越这个地方过一高，到那个大石头就是目的地了。啊，这个很滑嘞，这不是谁最狡猾吗？谁最狡猾？对对对，本来就很滑的，下面还有水哦。有两条绳子，你看上面是圆环的嘛？你们攀过来之后，最后三个人了，一定要一起走。对，有什么难度？我叫怡芳陪你啊。啊，来牛奶呢，三个来。当你们从那边下来的时候，要走过这条路。对，但只有两根绳子，你不可能一个一个过去，你绳子拉不过来。所以你必须要过，看什么方法。预备。不行，我先过去接你们。来，那就走过去就好了。哎呦，哎呦。这么久没来，怎么都这么能演？这么会演，很滑吗？滑，真的吗？怎么会这样啊？是一秒过去，所以你要推他，三个人要一起。我觉得三个人一起滑的话，在一起绑在一起比较不滑，一个个走一定滑。大家绑在一起，是你们要有想法嘛？对，那你说，那你怎么说？那你怎么去示范呢？我没办法。可以跟两个女的。没有，你现在两男一女呢。两男一女啊！我发现两女一男是很难过的。太难了。对不对？两男一女好了，对不对？组合是这样。那从那边要越过来哦。好，好不好？拿这个钱。我们先介绍参赛者。好，来，进行我们城隍一日游。来，参赛者请出列。来，第一组来。大名是张怀仁，张名长张，张怀仁，怀抱的怀，代销。带下预售屋的，好，卖预售屋，预售屋的，现在有没有恢复好一点？有好一点的，对，年轻好一点点，是是。那你好，侯雅芳，牛雅芳，侯雅芳，对，代销，不是柜台行政，柜台行政。刚刚看我们示范完，你还要参加吗？可以，可以，不是，你都觉得他们在演的，对不对？对呀，是啊，我也是演啊，他刚上来都难了，对，你们要自己帮助他，互相帮忙哦。下来你要抓绳子，不然你会摔哦，没有人扶你了哦。你们俩要协助他哦。好，来棒球队哦。棒球队，你是守什么位置？我守内野。大名叫？我叫陈崇佑。陈崇佑几岁啊？十七岁。十七岁，你们的策略是怎么样？你先来拿。对。
先把它送过去，我们后面就简单。哦，先过这个墙再说嘛，让它下来，对不对？然后后面就地下。这个就很难哦，因为过这个城隍就很难哦。啊，第二个要过高，要过城隍，搁要过高，看我困难了。我是讲困难，设计这个游戏我困难。你意思是讲你怎样来设计啊？我为了这个节目，每到一个地方要视察一下。你有这么勤劳？好。贵高显红名算，请贵想到这个游戏，叫你贵高呢，好辛苦哦。一般观光界素材，大家来拍拍啊。好，阿丽哦，辛苦辛苦。去做完那几桌几桌比赛啊，不够困难的。比秒数越短的获胜嘛。赢的那一组，我们就直接给是五千，五千块，冠军就五千块。对对对对，好了，观众要加油了，加油了。来来来，手给我一起来，预备，一二三，跳跳跳。来来就位，哎，城隍贵高一路游哈，好要加油哈。他们的策略刚刚讲过，要先护送女生，先过城隍，再一起护河。好，那怎么护呢？预备，我算秒数，最高奖金五千块。现在要过墙都顶的。所以你刚刚我们发现我们艺人眼很大哈，艺人很厉害，还是没有眼，没有眼，没有眼，真的很滑，对不对？真的很滑，真的很滑。但是我们佩服这个女生呐，她能是独自这样翻下来，厉害。是你跳下来耶，你刚跳下来，我以为你掉下去的，没有啦，自己跳的，掉下来，这样几秒，八六，这游戏的确不容易吧？谢谢三位来，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哎。啊，第一组是我们观众，第二组我们艺人，第三组观众，第四组艺人，参加，然后大家来报名参加。不过我就稍微年纪大的是不适合了，对，不好爬了，爬下来很危险。这边一直有些声音。哎呦，一方，等一下，一方大飞，还要派李静，李静一个，还想还要派谁？没了，没了，没了，两男一女，这三个一定赢啊！大飞有在，他们有一方呢，对啊，什么意思？一方讲一下。方这方面没问题，只是演的他演的时间过长，没有演真的不会演，戏太久了。他是大飞也有在练，对，那你们三个上去就很快啊，我们一蹦就上去了。今天应该是要配，今天是应该配那种，对不对？不然我们试试看阿虎啊。我问了阿虎，应该是墙壁这边就卡到大家录到晚上了。爬不上去了，他爬不上去了。好，你们三个要努力了。好，我们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哎，请就位，预备。城隍一日游，好，一人对，李静先上吧，这边是让你放海，好痛啊！你把李静上面推一下，推一下，对，大飞推一下，我就上去了。大飞怎么上？好了，大飞我上，好，大飞，大飞你先走吧。大飞 ，OK， 一个人就爬上去了。好强，好强！好，三个缓缓的下来，缓缓的下来。对对对，这样下，趴着下，趴着下。
有大飞。大飞好卖力啊！还好吧？你看你脸色多苍白，是吧？刚刚你想上哪一首歌？不是忙什么？谁招待？野菜。先不要。野。野。野。哦，已经都脸色都白了。其实你们三个人哈，前面那一趴可以不用玩，玩这一趴就好。都完全被他们打全都是泡沫哎！没有没有没有。81，在玩太久了，好，辛苦你们来鼓励一下啊！接下来第三组，观众朋友来抽烟啊！欢迎你好，你叫什么名？郑美珠，郑美珠在地啊，哎对，家庭主妇，哎务农，自耕农，种苦瓜，种苦瓜，哎对，产销班的，产销班的，对，苦瓜是什么时候季节？哎，一年两季啊，就是年底一季，然后第二季是七月的时候。所以这么休耕哦？没有，现在是很忙的时候。今天苦瓜，哎，苦瓜要来哦，苦瓜生这条人，我特地把工作撇掉来这边参加节目。对，是是好，苦瓜好啊，营养价值高啊。很好，姐姐玩这游戏会不会上不去？我 OK 啦，我胖胖的也是 OK 的啊。真的，他有在试玩，他有在工作，我有在工作，我有在爬山，都可以。运动啦，而且他家是套圈组嘛，细的好不好？没事，好，你了解伤济。好，没事，好，你了解伤济。所以被管被给，马上啊，马上拍开，拍开，所以都无问题，伊都无问题，都无加电，无电梯哦。诶，主要是委屈这个少年的，哎，你看我彩排。没啦没啦，少年的怎样？一那个啊，诶，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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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腾瑞，游腾瑞是做地勤，地勤，是航空公司地勤，是这里。他也有桃园，桃园，桃园，桃园呐。我想说，今天放假，对对对，特地来看瓜哥。桃园地勤是搬行李还是什么吗？搬行李。对，飞机到行李要搬。那指挥那个是另外一种。那个是别组的，那是别组的，因为也是算地勤嘛。对对对对对。好了，棒球队大什么大名？樊继桃。樊继桃。桃。樊继桃。桃。桃。静桃。我这边静桃，你这边静桃。静桃来，动起来，动起来，来，这边静桃，静桃啦。静桃。是三垒手，外野手，外野手。好，你们三个合作了哈。对啊。你们的对手86秒了啊。妈妈应该可以啊，有在务农嘛。对啊。来，请就位。好，来，来。第一组86秒，第二组121秒，这是第三组了。开始，好，来开始了。妈妈的腿力真的够了，妈妈好厉害啊！厉害厉害哇！他们的合作无间的，一开始地勤的都当着垫子一样，让妈妈踩上去。而且呢，对啊，而且还可以爬起来呢。哎，几秒？45。这个要检查，这个他们应该滑，他应该没有那么滑。两组比赛不能用绳子，不能用绳子的，
对，不能用绳子的，三个过去，好像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呢，比较简单，会产生用绳子，有绳子比较难，因为绳子要阻碍，对，绳子阻碍啊，是吗？啊，等下可以试试看啊，对对，因为刚刚那一趴大飞是演的，对啊，而且你今天刚刚脚上穿了海绵宝宝嘛，很适合今天玩这个，我们待会看试试看，好，那这组先65秒，有八十个人目前是冠军，最后一组是一人组的，好，来最后一组。是的，要伊莎来来，是的，这组也很强哎，这个鞋子换将换将，哎呦，哎，因为潘世印对不对？潘世印，潘应杰，潘应杰，潘应杰啊，潘应杰啊，对对，潘应杰，新朋友新朋友，哎，他是上我节目，发现他体能不错，有参加一些竞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他体适能不错，篮球啊，跑步啊，都会。那这样是篮球替补生。哦，那我们先三个啊，现在要跟65秒竞赛了啊，来各就各位，加油！城隍已入最后一组了哈，现在冠军是65秒的，预备，加油！好。速度现在也蛮快 ，OK， 前面 OK， 伊莎怎么又老派了？最困难的，走吧！一个人挑带两个走，还想让他人小心小心，不要跑向我，小心，撞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我没掉下去，有了，往前了，你没有碰到我，关机，头螺旋转，滑掉。我觉得郭忠不在，于斯达完全是开朗了。前面没有晋级，对啊，于斯达好开心啊！你家是没有的泡澡，来这泡啊！整个头都栽进去了，没洗澡。而且你一个人泡不开心，你要拉别人一起下来啊！看牛奶，没有奶浴啊！你结婚不开心就来找牛奶泡的。这组技术奖啊，要颁一下，很认真啊，累也很累，秒数一定是超过了几秒，掉了啦，149啊，149，好，玩最久，没关系，我这组要颁2000块的效果奖，效果奖，就是玩到几多啊？对啊，我们没有拿，因为他演的比较 over， 所以要演就对了，演的比较 over， 而且他有套双人泡浴，对，而且，那头栽进去了，头栽进去了，不是双人泡泡浴没问题，但你要看看对手是谁啊？对啊，如果是牛奶，你也会泡浴，那你挂断啊！对啊，你在啊！好了，请到我们布袋镇镇长蔡伟杰来，镇长好，镇长好，
欢迎，今天很棒。哇，我们这个特别想的跟城隍也有关系的，过城隍又过沟啊，哇，真的很刺激，很刺激。来，站长跟我们鼓励一下啊，江姐你好，我欢迎大家，我们也欢迎多哥来到布袋。嗨，这个具有挑战性，据说这网站的成本哦，有人比城隍爷比人家，他说标人家哦，我刚刚看得很精彩，是，希望大家加油，把奖金带回家。谢谢谢谢。真的很厉害啊！这个大家这么努力，我们先来颁奖好了，真的。第一名，来，我们第一名呢是我们刚刚的美珠姐姐，所以观众席在布袋人哈，立即大家嘛贵高啊，公大隔壁争，隔壁争，一进科会啊，加科会嘛叫有名嘛。哦，这翻译古歌吼，咱全台湾就出名。阿丽哦，别布袋，好好好。布袋过下面农词，布袋咱知影吼，咱的这个水晶米，包括咱菜脯，啊，最近上流行的就是这个。巨无霸灰鸡丸哦，灰鸡花枝丸，哎呦，那我们应该有带来对不对？没，就现在准备是不吃了啊？现在是我临时问他的，他现在回去就要准备了。对对对，安妮老师现在颁奖啊！好，来恭喜！谢谢冠军奖。恭喜啥？恭喜啥？谢谢。接下来，谢谢光哥，谢谢你。謝謝接下来颁奖的是最佳效果奖，技术奖，牛奶，牛奶，第二位牛奶，第三位牛奶，都是牛奶，用牛奶吗？来，请颁奖，来，恭喜牛奶。女生也要赚点奖金嘛？女生啊，刚刚没有赚到哎。你们跳不过对不对？女生跳不过一个人的话，我们有固定两位男生啊，帮他扶跳箱，只要他扶到上面就放掉了。哦，然后女生个人赛就对了。对啊，女生如果速度快的呢，我们有2000块钱了。哎呦，杨靖宇啊，牛奶啊，对，啊你还有体力吗？还有。参加吗？可以可以可以。我刚刚没有笑笑嘞，没有人笑笑的，你笑笑。那笑笑敬语啊，跟叫牛奶啊，跟牛奶啊，对，三个。摄影师说一方不要。他的意思说你别的游戏还可以了。玩过了，好，对，你玩过了。牛奶也玩过了，可是牛奶也玩过啊。第一关你们难了，我们就辅助你上去之后就离开了。好，来笑笑第一吧。好，笑笑个子矮，根本摸不到吧？对啊，少瑶还要顶一下才行哎。那接下来就靠你们了，时间最秒数最短2000块了哈。好 ，OK， 好，来预备，来，笑笑，来，笑笑，笑笑，哎，我们自己跑。自然多了，那个怡芳，这个，秒数，我真的看不出他真摔假摔了，而且他每一摔都有往前，每一摔都有往前，很厉害，这种好漂亮，可以，来来，下就没办法下来，对，旋转下来，哇，好像那个澳门水舞间的感觉哈，水舞的表演啊，很非常棒的，笑哪一段最吃力这里啊？对，很滑，太滑了，对，真的很滑，真的。没有，我们刚刚看，我看不出他演，怡芳就看得出来。你绝对看得出来，他真的是看得出来，自然的，就自己喊自己了。来，几秒？39秒。谢谢笑笑啊！你等一下啊！第二棒是靖宇，认真啊！他假日啊，他很会唱歌。他假日还到那个当街头艺人，真的吗？常去信义区那边唱。对对对，而且最近出单曲啊，叫做《金皮彩雨歌》。金鱼啊，对，金鱼就是说没有脑，对，两秒就忘了，七秒，哇，你比金鱼还恐怖啊，很快，来台语歌，对，台语歌，哦，金鱼加油啊，加油。
预备。为什么要金鱼？因为他叫杨靖宇啊。对，叫靖宇。是这样。对对。预备。好，靖宇。加油加油！速度还算快的，很快哎，这个还不错，对对对，他非常认真，是表示平常有在练他的核心了哈，因为有在健身，有在健身啊，有有有，还有瑜伽，是你太久没上综艺节目，对啊，好想来玩，刚刚从你这段表演就知道很久没上，刚刚有比较生疏啦，稍微比较生疏，你没有看到笑笑刚刚的表现吗？对对，还有为什么他们一直喊牛奶？因为他在一直在那边咳嘛，牛奶就在那边。你应该花更多时间在理解这个游戏的意义啊！精髓了，是是，他可以拿到2000块，好好练习的，是80，80，31，啊31，哦，39，快耶，快一点，他这样滑得很快啊，对，啊，第三位，你就接下来看牛奶的表现，为什么他广受大家喜爱？对，为什么呢？他不太懂，这个太清楚，静鱼要好好学一下，静鱼学学一下，对，我也要学，我要学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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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的，很真实，很好看很好看，哎，真的，哎哎哎哎，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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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这样子，哎，你们在干嘛啦？刚刚杨靖宇你们就没有这样，对，因为杨靖宇刚太快，我们那边回神，对啊，太厉害了，太快了。你这样对吗？你让怡芳的脸放哪里？怡芳，对啊，怡芳自己来，怡芳，我跟你讲，哦，怡芳自己有毛巾啊，照片照片，对啊，你可不可以？好了，不要，你说不说？这个冠军是牛奶对。不是看谁的身上毛巾多，好不好？几秒？65秒。所以，不是啦，看秒数，我的秒数最低的是靖宇。靖宇，靖宇，好了，靖宇来，靖宇，来，来，有学到了吗？有笔记，笔记啊！你太少上综艺节目了啊！来，颁奖礼。谢谢郑奖啊，握手一下郑奖，谢谢。哎，感谢，来来来，继续送幸福哈。卧沟城隍庙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主神为安西三城隍爷。从日据时期开始，众神明就一直庇佑着我们在地乡亲哦。企鹅之所以成功啊，是因为到每个地方呢，哎，除了清明爱民之外，我们结合当地的文化，像刚刚谁能想得过来，又过城隍又过沟的，真的结合了，结合当地。这是嘉义哪里？布袋，布袋。我手上拿的什么？哎，哎呦，厉害哦！
这么厉害。对，在农业社会，布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的吗？对，布袋你没有想到什么吗？哎，我们放东西。番薯，咖啡。对，还有比较有互动性的。你们现在在污蔑这个布袋啊？没有，放起来干什么？哎，这是谁打的？想到的话就会想到看布袋啊，看布袋，那是不对的行为。对，那不对，你们都忘记了，我就像你们的老师一样，你们这样。哦，对，老师毕业典礼的事啊。我们就是示范毕业典礼的时候不可以这样对老师，不可以。你们这是教坏学生嘛？我说不可以。大家有看清楚吗？我没懂，是不是？布袋的用途不是这样，布袋是装货的，比如说你可以装甘蔗、番薯、甘蔗、牛奶嘞。哎，布袋牛奶，牛奶，这可以装牛奶。等一下，对啊，错误的示范，错误示范啊。这个我刚刚在里面演的叫布袋戏啊。等一下，瓜哥，他刚刚打他后面有人打我，就是这个阿妈打我。阿妈因为讨厌奶奶这么久了。不是啦，阿妈看中他，以为这个是布袋了。阿妈，你看到你细汉敢有生过在看布袋？没啦。现在布袋在整成韩剧啊、金刚机啊、仙女啊，对不对？对。阿妈，你讲我穿起来也在演。无啦，起码无会生气啦。起码呢，算的是套在脚跳。哎呦，拿布袋跳啊！啊，从原地跳过去，用头去撞气球，那边也出发一个两队竞赛。哎，我想请我们先示范一下好了。示范一下，那要找谁示范呢？牛奶，豆浆。我们请张家伟，家伟到现在还没表现呢。家伟跟牛奶来，请出来。还是有牛奶。奶奶很可爱啊，奶奶有可爱。我知道了，奶奶跳不会动啊。来，什么东西不会动？等一下，什么东西不会动？头发，肉不会动啊。像我们肉会动啊，你看到我们肉会动啊。哦。会动啊，它很可爱啊，它很可爱。没有，那还好。没有。比赛嘛，那有一个人站这边，一个人在那边嘛，就是张嘉伟站那边，牛奶在这边，还是牛奶也比较好，是不是？对，不然这样，你就从那边撞蓝的，牛奶呢就像撞那红的。哦，我们再看谁，中间看谁先撞到。哦，很清楚。来，请就位，请就位。好，一个撞红球，一个撞蓝球，我们在那边看谁先破了哈。冰上云哦，预备，开始。接下来的比赛呢？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对抗，就对了。对，那有观众五位嘛？哎，三男两女啊，我们待会再选我们的选手，好不好？来，请出列。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参赛者。来，请出列。这边请。好，大名是李静。李定啊？李静。李静是在对吗？对啊。是做什么行业？做表演的。做表演。表演。什么样表演？超偶师。超偶师。超偶师哦。布袋戏吗？哎，不是。你我躲在里面的。你是装扮的，就在那个球队的吉祥物哦。你的吉祥物是？哎，不行，不能讲，那这个是不能讲的。他们有职业道德。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谁是迪士尼里面那一只米老鼠，他不能讲。所以乐天吉祥物也不知道。也不可以。你们知道吗？我们知道，但是不可以说。他会破坏小朋友，万一说米老鼠是你演的，我很难过。就是。
应该是有意外惊喜吧？啊，对啊，就是会这样。原来这个我今天才知道，会破坏掉他那个幻想。可是迪士尼的木偶也是都别人，不是一个人操作。可是小朋友会觉得那个是一个，那是真的，对，哦，这个不能讲。好，那您是老板。不是，你是种田的，种田，对，种田穿这么，你是农会的，林会，哦，农会啦，哦，农会无期都是农民下级啊，没有，我是青农，青农，青农，青年，我是青年农民，你是青农，啊，我白虎，我青农又白虎，中间站个二白虎，哈，我不会，青农对不对？大名。苏相逢，苏相逢，相逢，那个布袋也可以装苦瓜吗？可以呀，现在没有。哦，没有。好，这个那大名是陈明豪，陈明豪，对，是单位。我是布袋的志工，救护志工，义消啦。那你本身行业是什么？我现在在待业中。哦，你大名。秋阳风翼，秋阳风翼，对，四个名字，秋阳，四个名，秋阳，两个姓，不是原住民哦，不是。不是啊，不是啊，是秋是爸爸姓嘛，杨是妈妈姓，是不是？不是，杨是秋阳，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啊，那人家叫你什么就问了，外野手，好，大名，我是洪建成，洪建成也是二垒手，对，哎，你怎么看好厉害？差不多，刚刚出来就抖手啦。哦，对啊，那野手也该出来也要出来了啦。所以有一二三四五，三男两女，他们五个，哎，跟我们决战。好，一棒对一棒，女生对女生，男生对男生。哦，如果是5-0，就是10,000了。哦，就是五个全，你们都全赢是10,000，我们也一样哦。了解。结果只有5-0、4-1、3-3三种结果而已。对对对对。所以奖金当然就是16,000的3,000。好，这样清楚了。那我们派出的艺人来，来，那这些人待会阿虎 ，OK， 进进飞虎兰，两女三男，好，来，请就位，好来，好，所以已破球，谁先破球了哈？好，来对决了，李靖，李靖对上我们艺潇的这位明豪，明豪哦，是的，明豪，预备，开始啦。李靖果然比较快一点哈，好，是哦是哦，所以李靖获胜，我们一人先1-0了，我们1-0领先了，哇，李靖总吧，来接下来杨靖宇啦，女生啦，接下来第二棒啦，希望观众能抢回一分啦，预备，李靖对上我们靖宇，看我这个李靖能够扳回一城吗？蓝的稍微快一点点，蓝的快，蓝的稍微快一点点，几乎同时，但是蓝的比较快一点点，对不对？一进蓝的比较快，一进获胜，来观众又拉回一分喽，1-1，谢谢，很精彩。来第三位是大飞啦，现在拉成1-1，第三棒是非常关键的，大飞对上建成，预备。怎么了？刚刚发生什么事？我跟你讲，你输在他们扑垒啊。对啊，他们扑垒，他非常能扑啊，很猛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很赌博啊，万一没撞到那个球，对啊，你就没有教我滑垒，不，你就上不了垒，我教你滑垒干嘛？这个是扑垒的精神啊。对啊，很猛哎，完全。但扑垒可能会有一个毛病，万一没扑到球就。对，扑空了，就出来了。恭喜啊！好，同学们2-1领先了，被领先了。关键第四棒，关键的第四棒，我们懒懒出奇啊！好，对上这位哦，哎，这位是那个我们青农啊，对，我们的青农，预备，能不能追平？好，能不能追平？能不能追平？
棒球队的扑垒，如果扑再直一点，就会像他这样。真的就是他这样。对。我想说我瞄准好哎。没有没有，差很多的，差很多，差很多。来，恭喜哦，就青龙获胜。青龙获胜哦。就表示你们一定有钱了，一定有钱了。现在有三千了，阿虎要守那个五六千，六千了，我们没有钱，对不对？对，你为什么用钱？你来叫努力啊！这是运动家精神，对不对？跟钱无关嘛。牛奶会给你鼓励嘛？哦，是吗？对不对？牛奶，牛奶。来，请就位。好。这个阿虎哥看书面比较大，准备六千嘛，应该要准备六千手奖金了哈，手奖金，手奖金，守门员呐，也守住牛奶了哈，牛奶，牛奶，牛奶，预备，准备，最后一棒啊，阿虎应该很难跟棒球队对战。踉跄一下，其实我们还有机会赢的，对不对？你起跑，我以为你会赢啊。你有接到那边突然有点后继无力啊。因为我在看你，突然我感觉到同学怎么像箭一样这样唰。对，不是因为我刚刚跳到一半，后来想到啊没有奖金的话，我就不小心就摔倒了。分心啊，分心，踢尿尿了啦。很敢扑嘞，很敢扑啦，那同学真的很敢了，棒球怎么飞过去用扑嘞？是啊，哎，他们俩，他们俩竞赛谁会赢？哎，这样扑啊，这个好看哦。对，哇，这个你要额外再给他们赢了一千块。你们两个对战，你们俩是盗垒王，谁是盗垒王？有没有啊？盗垒王，他两个，客气，两个速度很快，我看两个来比一下。这个已经确定是六千了嘛？哎，六千，因为四比一的情况，对，所以是获得六千。我最后看你们两个互相扑。好，好来，请就位。好来。这两个同学，我们都很难说谁会获胜，因为都蛮敢扑的嘛。对，好，预备，准备。哎，好，你有资格啊！你知道，在运动场上，如果偷跑是要失格的。要失格。来，后退。再一次的淘汰了，预备。你太淘气了啦！不是一倍。开始啦！超敢扑的啊！超敢的！那个方向来都很敢扑哎。对。这个方向好像都有点顾忌，但是他也比较快，比较早接近，所以他才会冲啊。这很精彩吧？很精彩，很精彩，很厉害。对啊，谁？李靖啊？啊，李靖是唯一我们赢的那一个。可李靖身高是占优点啊。李靖刚刚看到他们两个比，李靖。李靖跟他们比，他们两个不是刚跳完，后面对，我觉得很精彩了。李靖当然他的身高稍微优势一点点。李靖应该跟他比哦，两个身高，你们俩比比看来。好，一样一千啊。好，李靖很快，但是这位潘同学应该很快。哎，对，一人加赛一千块，因为不要犯规哦。好，两边的身形都差不多，我们来开始拍一决定。速度有点差啊！好，那谢谢李靖，果然厉害。赢两场，先赢两场。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主委林敬义。好，有请主委。来，注意挑战了。来来来来，啊，有乌鱼子哎，林家冠军乌鱼子，来，注意情况嘛，来。咱今仔一号庙是咱伫民国七十三年，咱开始兴建到建。七十三年开始建。七十三年，哦，主要。跟光凤是城隍爷，到就
到现在，到现在，哎，啊，这位这就是咱林家屋子，咱林党的，伊所甲恁提供，伊个是咱城隍庙做虔诚的信徒。信徒，旁边的公，甘盖小姐，甘盖小姐，既然来到嘉义的，所以我们要用嘉义最有名的屋子。哎呦，那这屋子有什么特色？这屋子就是全国十大神农奖得主，神农奖啊，对对对，那也是我们农委会月属所屋子比赛的双料冠军。对，还有我们嘉义县的嘉义优先的一个产品，那代表就是说，今天我们中医大集合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做一个录制，我们一定要拿最好的。那这屋子就是我们用屋子是现场吧，用一个火烤之后真空。真空之后，我们再随时再想要去做一个品尝就很方便。所以它火烤过，这火烤过哦。那我的屋子就是有一个特色，我的屋子不会很死咸。哎，全国十大屋子竞赛冠军，是是是。对，你那东西吃了吗？想要去咸面那给它吸咸，会很吸咸哦，还会。没有，我是说，不会啊，很好吃啊，是哦，好吃哦，很清香啊，当然不会太咸，弹性应该还不错。对对对，而且它这个技术已经非常纯熟了，是是是，对，它跟你现场烤的是一样的。哎呦，这个要拿来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三片的，加拌面，好拌面的，拌面哦。那因为啊，乌鱼子是有一个季节性的商品，所以我们做那个乌鱼子的酱拌面，在那个消费者哈，在家里就随时随地就可以想要吃一个有一个乌鱼子的海味，有一个很大的。所以你的酱料就是乌鱼子，乌鱼子酱，哇，棒嘞，就是一个海味，对对对对。这些都要送给观众朋友呢，林老板、林赌一老板哈，哇塞，好，要送给观众的哈。好，来，那感谢注意啊，要给你收起来吧。好，好，谢谢。哎，来不加码了。哎，冠军，他们拿四比一嘛，六，冠军。来，请主委颁给同学。来，啊，六千块来，请主委。哎，恭喜，给颁奖，谢谢。这是这组冠军奖啊，对，接下来颁发是加赛奖，个人奖金啊。来，李静来，李静，林老板来，颁奖。来，李静，那个颁奖个人奖金，同学，也就是你嘛。哎，来，林老板，这边也有一个加赛的一个奖金，哦，啊，个人奖金，哎，厉害。你说什么？你要牛奶加的？你要牛奶颁给你啊？哎，大家有讲话吗？我都没讲。有吗？可以吗？可以哦，可以吗？可以哦。来，我帮你来，帮你处理一下。来，牛奶，他说要封盖。牛奶，帮忙颁奖啊！来颁给他。恭喜同学。你看都不看他，你干嘛需要他？你要对啊，你为什么要牛奶颁？喜欢牛奶吗？很害羞，很害羞哎！谢谢牛奶，谢谢，那谢谢金海林，金海林好，是不是？谢谢，谢谢老板，谢谢哈，谢谢你干爹，来继续送幸福。哎，接下来进行呢，游戏是榨干吧毛巾。哇，好久不见啊，很久不见。因为它困难度非常高啊，所以要参与的要有非常大的能耐。那我们三人为一组，来，我们参赛者，哎呦，棒球队又来了。哎，大名是肖志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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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投手，好，我是黄昭敏，黄昭敏也是投手，我是林品哲，也是投手。三个都年轻啊，十七八岁，对不对？那这个是第一组了，对不对？对，我们就介绍一组来一组吧。好，来，三位请就位。我们来准备沾水来。来，好，现在把水泡完之后，我喊一二三，稍一吹，同事就离开了。那大家泡的水都是一样，我们没办法称重量。了解，是拧干之后来称重量。好，来，请开始。把毛巾放在水桶里面，让它吸水。对。好，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降下来，来，请慢慢降，压起来。你们上去尽量拧完之后呢？累了就换人。加油加油！三个人轮流爬，但有时间限制嘛哈？哎，一百秒，一百秒，你们有一百秒时间操作就对了。冠军多少奖金？冠军啊，哦，这个比较难一点，六千嘛。冠军六千块哈。六千。因为这个难，蛮难的动作。加油！好，吸满了没有 ？OK， 差不多可以升上来。准备拉上，拉上，准备了，拉拉拉拉拉。现在，三位也请准备哦。看第一棒谁，请准备哦。越高越，牛仔会接，哇，好高的毛巾啊！阿策，预备，来喽，好，比赛开始了，上台，死的同学，水先往上爬了，当然你爬得越高哈，后面的会越轻松了，先把上面的给挤下来了，往上爬，
还没有爬到哦。毛巾了，开始测这个重量。大家的环境都是一样的。十九了，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十五，二十六，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二。停停，打住停，打住停了。三一七三，三一七三。刚刚爬最高的是哪一个？第二棒，很会爬，你们平常有在爬什么地方吗？单杠，偶尔玩单杠而已。偶尔爬单杠，偶尔玩，脚要用力啊，要把水拼命起来。上去好厉害！你们平均每个人都跑两趟吗？第三棒只有跑一趟。一趟。哦，你比较轻松哎哈。对啊。哎，甩过去。所以你们还没有水哦。那是三一七三嘛，对对对，要第二个，谢谢你们，谢谢。来，欢迎第二组，第二组来，来哦，还有两位，那大名是哎刘金远，刘有点远，刘金远，黄金的金，原来的远，有点远，刘金远，什么时候两个人？我们另外一个在车上，等一下，来的可以啊，哎，这可以吗？哎，不是球员兼裁判吗？不是啊，对，不是开车不是他，等一下谁要？等下换我，还有一个人吧，你们认识吗？有，这是我们的志工。志工，那你也是志工？我是消防员。你是真的消防员？对对对。哦。你很忘。哎，这位大哥，您是陈文科。陈文科，对，您工作是开这个车？对对，吊车。哦，那你有常常在爬吗？哎，没有。没有啦，都用吊的，他干嘛爬？他突然举手报名哎。对啊。哇，这个很难哎，那所以你应该摆第三棒，可能几次？对，第三棒。第三棒，爬一棒就好。爬一棒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你们三位加油，都戴着眼镜啊。对啊。来，眼镜帮的请就。来哦，来进水喽。第三棒没有水了，快没有水了！大哥，哎呦，还不错哎！文科大哥，平常在开这个吊车的，太厉害了！这一天爬到爬的这个阶段，哎，很高嘞，爬最高了，夹哦，夹哦，有，这个全身的力量。水量，对，好，
刚刚的水量应该很多，因为我们忘了称那个金总，不是你对对，因为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圆总的重量三十了，三十二了，哎，但还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我把它放下来，碰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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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好，这样放着，三五点四几，好了。但是磅秤是公平的嘛？三五点四四啊！好，不管怎样，三五就输掉了耶。三五三五了。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弟兄们。谢谢。接下来我们艺人要派一组了。好，艺人队那个啊，来，转角哟。亚尼克还没出现。从德国来对吧？对，我是交换学生。之前是交换学生，现在住在台湾。你来多久了？我是来三年。哇，三年中文这么好哎！谢谢。三年很厉害，你今年几岁啊？我是26岁。哦，年轻呐。你来这边念大学，毕业就一直待在这里。对对，因为很希望这里，我觉得这里很棒。亚尼克，这没有李静怎么办？这没关系啊，常来。什么意思？还于是打，于是打，于是打，于是打。好，自己喊。先脱啊！好，先脱啊！好，可以，好，可以，来，拼哨音了，拼哨音了，预备。机会吧。好，可以。是的，那撑一个，撑一个。我们这手很有力，抓力很好。抓力很好。好强。时间已经70秒了，还有20几秒。加油！李静应该怎么？最后一棒了，快一点。夹紧一点，夹紧一点，抱紧一点。于是打在扭比较多了，来，我们来称重量，称重量。对手是31啊，各位，哎呦，一半了，已经也差不多15了，15公斤了，15。不管30点多少，他都没有跑到31啊。对，而且还有一段差距。30.33好了。30.33那个真的蛮厉害。好厉害啊！真的。啊，像不要被宿醉啊，对不？不要被宿醉啊，不要被宿醉，不要被宿醉。啊，第二周宿较济咧，七周嘛，有几周啊？他们脸歪掉，他们脸歪掉，他们说不行，没体力。乡亲帮你们讲话，对不对？你听听，对啊，你听讲话，但是你唔知有听得无？有听吗？有。
乡亲帮我们说嘛，来你就来了哈。你们还要再试一次吧啊！来了，我们先泡水。啊，泡水泡水。听声音哦，好，准备哦。预备。三十，他就是29.9，29.6这样。好，我们就改判学生获胜。好，改判了，对手胜。那我们恭喜他，我们请到这个东安里的里长，来，李弟有利落，来来，朱李弟，李弟先给他打个工给我呀。今仔日直接来感谢咱闽西的综艺大集合，因为恁的团队来到阮过九城隍庙来做这个娱乐节目，我非常感谢恁。今仔日我阁代表阮过九城隍庙主任委员以及总干事带领所有团员来跟恁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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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你有这个少雄心的哦？嘿，因为阮囝阮新妇，哈，伊伫布地，就是咧做这个哦，做自由吧手工大做的迄个飞机员。铁佗，咱去甲参观古马，巨无霸，对，巨无霸，这一张冷冻的哈，冷冻，伊这是黑皮马，哦，伊的白鹅就是黑皮马，黑皮马，啊，谢谢，我们送给乡亲了哈，谢谢，主任要讲几句话吗？好，这是布袋镇农会的伴手礼，布袋水晶米，来，好，手机已经100年了啦，100年，就五钢琴了啦。哦，你有在传简讯不？没有没有，就接电话啊，接电话。啊，你怎么传来我的呀？不，你有赖啊？你有卡电话传什么赖啊？我不得用赖啦，不得用赖。要尊重人，等朱立光啊，去帮。布袋农会推广主任，来，串主任。哎，好，大家好啊。
迄个布袋镇龙会布袋水晶米，啊，咱曾经得过两届的十大经典好米，啊，所以啊。敬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好，布袋的水晶米，是上好用心啊！啊，谢谢。接下来要颁奖给同学的6000块的奖金嘛？哦，来，好，来，我替你处理一下，好，你定安尼哦。你如果接电话都无讲话声啊？啊，就诈骗集团啦！我哪敢讲我胡瓜，一直绝对甲你秘密。你讲过你诈骗集团？我敢诈骗个诈骗怎么？你考过的胡瓜？对啊，是不是清朝节哦？你怎么去分辨那是诈骗集团？他说的我好像不懂嘛。是讲英文吗？还是讲国语啦？讲国语啊！啊，我国语都听不啥有啊！我有啥带起来啊？所以在你的眼中，所有公共业都诈骗。对，爱讲台语。真的吗？你可以分辨了。哎，我分辨了。应该啊，警政署应该找你去反诈骗。对啊，应该要找我去反诈骗呐。要动用你的力量。这是我男朋友。没了，没不管这么简单。好的，好的，好的，上好。贾番茄，那请颁奖，吴理事长来，全理事长，做人忠厚老实。哎，啊，谢谢，谢谢，谢谢。这些事情都很厉害，孙美山照片，对，在有上这个我们巨无霸的大花之丸，对不对 ？Happy 妹，还有咱龙威的水晶米，感谢各位乡亲，谢谢，继续送幸福。接下来瓜哥带领艺人朋友前往嘉义一所国中，听说这间学校来头可不小，比赛成绩获奖无数，到底多厉害？我们一起来了解。来，接下来你是拿什么颁奖？哎，对，因为实不相瞒，制服跟我们不一样。对，他说为了今天啊，我半年前就下来田野调查。哦，半年，这种话好像在哪里？那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是全嘉义最强的国中。哦，嘉义最强，什么东西最强啊？它是足球，我跟你讲，足球是他们的校球。哦，你全校随便点那个，没有个不会踢足球。对啊，所以你现在要介绍的是体育跟运动，对不对？对。通常是国中又介绍，哎。对，他今天没有，就让我来带了。讲的蛮好的，对呀，好像也不错。不要这样子，那国中病情加重。可以好好介绍。对对对，跟你说，我们只介绍今年就好了。嗯，但今年才5月份嘛。嗯，他已经拿过了2023嘉义县的足球对抗赛冠军。哦，嘉义县全县运动会足球冠军。全县哦，嘉义县嘛。对，嘉义县嘛。打猫杯足球锦标赛，打冠军。打猫。对。我只听过猫里怎么打猫。打猫。我听过打狗嘛？对。哦，打狗高雄。打狗高雄，打猫是嘉义。哦。还是嘉义啊，那还有民雄的优培杯全国邀请赛冠军，哇，全国的邀请赛啊，范围越缩越小了，民雄，全国邀请赛办在民雄，办在民雄，是哦，跟你东京奥运办在东京是一样意思。肖教练，肖万青，哎，问主任，主任的哈，也是总教练的呀。教练的教练，教练的教练，教练是我的学生。对，足球队不是一队都几十个人，怎么才6个人？我们总共40个人，所以一票都是足球队的有男生有女生，男生大概20几个，女生大概快20个。可以混着踢吗？可以混着踢啊，这是国好玩的混着踢。那比赛就分男女组，所以我们会有男生冠军、女生冠军。哦，刚刚你介绍有没有介绍女生冠军啊？哎，他就只是把冠军都讲出来。主任，你怎么没有跟我讲女生？然后我们老师也组队，我们也是全县冠军。哦，老师也组队。我们学校有130个人，可是大概有70个人在踢足球。哦，哎，你不仅跟我们节目介绍，不知道台湾其实国中踢足球的很多。我们总共5人制就有80队，男生有80队。所以你们是踢5人制的？对。哦，5人制的比实验室刺激。是吗？等一下你看比赛就知道。所以你要踢给我们看吗？哦，可以。可是男生只有6个啊，怎么踢？男生只有男生很多人哎，很多人吗？对对对，我们全部都随便抓都会踢。来，各位现在要听哨音哦，这是5人制的球场，但是这个球场呢应该是比较小，对不对？正常的小一点点，小一点点。好，那我们开始听哨音了，这是5人制啊，预备。好。足球5人制是水泥地，它其实是最标准的木质地板，啊，木质的，对对对，不是标准的。那当然现在会有那个 PU， 哦，室内上踢得很好哎，不是开玩笑的，都截掉了。我们有
来从小就来栽培嘛，将来有可能听到什么什么西甲啊，对，有可能德甲、啊、德甲的，我们很多人是专门来踢足球，哦，爸爸是老师，然后女儿儿子都来这边踢。谢谢你们的。刚刚看他们踢的，真的，你看我们如果将来向下扎根哦，你下一个梅西，下一个 C 罗是有可能产生的。对啊，我们现在就有梅西了啊，梅西哦，蛮精彩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可能因为我们看烂的太多了。是吗？烂的时候手不用这样，对对，眼神有点不友善。就是每次我们看到眼睛就是。那是太不友的员工是不是？是啊，我们本来就是业余的嘛。不是，连业余都称不上啊！啊，没有，杨绛不是有个专业的吗？哦，对，我们有杨绛，而且我没有外援哦，对，从拜仁慕尼黑请过来的。哦，我们是交易，我们这是他还在季中，我们是特别把他请过来。对，因为雅迪哥，你以前踢足球的啊？对，因为在德国就是足球风很盛，对我们很喜欢踢足球，就是台湾是篮球是棒球，对，然后德国是踢足球。对啊，你们三个今天穿这样是什么意思？我们是综艺大集合队，你们组成的我们大集合足球队啊？对，这样会不会有辱？怎么是你们代表？凭什么？刚刚早知道加盟先踢就好了，好的看完踢这个了嘛。反正我呀，就这样怎么办呢？假动作，假动作。有吗？有。真的很假。瘦瘦，哎，哦，压力，压力，看一个盘球，盘球，哎呦，哎呦，哎，哎，哎呦，怎么，哎，德国，你德国请来的啊？哦，德国，杨将，建，哦，建好就是建好，哦，可以，那个总教练害怕吗？有一点害怕，有一点高兴，哦，高兴是有人可以让你害怕，是怕对方受伤，哦。不是啊，既然他们都夸下海口，那不能三对三好了。啊，你以为打篮球斗牛啊？我们挑那个，挑矮一点，挑三个最厉害的，比较漂亮。这边也是女生，那你算很厉害的了，是吗？怎么也，我们比较好欺负啊。有机会，对，有机会，我们可以欺负。这可以，哇，还拿一个顺子出来啊？你会踢吗？四个，对，你会踢啊？叫什么名字？萧晨君。萧晨君啊。你人生重大的挫折可能今天又发生了，啊，踢出加油员，对，那个是德国请来的哈，来，你大名，侯华云，侯华云啊，抱歉，你耳朵有问题，陈义云，陈义云，好，笑笑怎么那么像黄云主的？对，笑笑你是哪里守门员了？你要守门吗？对啊，就是。那女生我们会不会太欺负人家？会不会？总教练会不会太欺负人家？哎，不会。真的吗？有这么大自信？对，主任。他刚刚在前面讲了那么多冠军，如果踢输了换主任来。啊！踢输换主任，输是不会输，顶多打和啊。我们主任可以一个踢三个。等一下，他是这个夸下海口了。嗯。踢输了换主任，对不对？我们也不能输，我们踢输换主持人，好不好？争气吗？可以，没问题。我们顶多是踢和啦，他知道我们不会进去嘛，他也进不来球，就和零比零啦。有可能啊。总教练真的是很看得起我们男艺人呢，竟然只派出三位女生来对抗。没关系，大集合三位男艺人还是要好好表现哦。听哨音，只攻半场。如果守门员挡下，我们哨一吹，时间暂停回去，以一分钟为主哈。来，预备。踢进没踢进都从这里开始哈。先打哨。一分钟计时。还要计时下去了，好了，踢远一点，再踢远一点啊！时间过了10秒，糟糕！回去，暂停，现在几秒？二十秒，还有40秒，可是哎呦，挡得好啊！怕了吧！主任，你可能要换人了。哎，主任，二十秒，根本就攻不进去啊！换人最好了，没有人要当训导主任的。哎呦！但是能展现女生蛮能踢的。杨将厉害哦！停，来重发。31秒，反正一过就重发了啊！剩31秒了，你剩30秒可以进攻了，预备。内侧，哎呦，讲了哟，继续来内侧，哦，
性，有压迫性，有压迫性，有压迫性。哎，我们应该守得起来哦，守得起来，加油！三打不错哦。只剩十秒可以攻了，加油收下！十秒，哎，那个德国那个杨家，哎，杨家蛮厉害，杨尼克，杨家厉害，不错，好，马上上，重注重注，还有五分钟，还有五分钟，还有半秒，还有八秒，还有八秒，怎么了？快点，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厉害厉害。他距离很远，你怎么没看到？他一个瞬间，哎呦，怎么进去了？已经守得很好了。这是啊，你很厉害啊！没有，他们三个真的很棒，他们厉害。对，女生，你看他脚法不是真的很强，不是虎烂，但是艺人让我也很吃惊，能够防守成这样，很厉害啦。真的是我们是认真玩，这个是不是开玩笑？他们很认真的，你们也很认真的。他们有让我们动起真格哦。对，刚刚你只是防守嘛，接下来换你们进攻了。还需要吗？需要。你踢进两颗就赢他啦。好啊，来来。听哨音好不好？一分钟哦，预备。好，来来来！输了输了输了！继续抢。这位那么激动是，我是学校的社团的老师。好，老师，老师，老师，开心啊！踢走，踢走，踢走，对，要防守啊！你们还有20秒左右啊！哎，吊高球嘛！开始了，快点，40、40。剩4秒，每一秒、每2秒都被踢走，2秒就踢走。接住，不要传！快点接住，不要传！接住。好，2秒到，时间到。对啊，你们根本攻不了，脸色都发白了。来，其实我们刚刚应该先让他防守。就知道用铲掉就好了。对，我们还跟那规矩在那边防。对啊，我们还一直在那边弄。这位教练说铲掉，铲掉，铲掉。然后说实在，那个球过去就被带走，过去被带走。我们根本没办法过人啊，根本没有过这个中线，唯一过中线就踢到我了。对，只有到这里。果然厉害，有练就是有练啊。女生也蛮厉害，也不会喘。真的耶，你看你喘的要命。我们喘成这样，你看他们都没喘哎，好厉害哦。你们还有里面都是，你们现在装了对不对？其实很喘对不对？但是盯住对不对？不要憋的，他们已经是赢的了，他们赢了。我们先搬3000块给他，好，来来来，先。
那这个游戏我们是真的玩不过他了，1-0落败。而且他们刚刚有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要派守门员这样？哦，对啊，刚刚根本不需要用守门员，根本不需要守门员，好尴尬，太逼了，来一个3000块，谢谢。大家，我们玩我们比较擅长的。我们有擅长的吗？射龙门呢？哦，那射龙门其实真的就要巧劲，把柱子弄掉。对，我们选一个女生站在上面。对对对，那把龙柱踢掉，看你几颗球啊？可以哦。对对对对，射龙门挑战来。射龙门呢？我们现在请牛奶在上面，对不对？很公平，对决的一人一球。那哪一个踢到倒就赢了？由牛奶倒掉，谁就赢了？3000块。哦，我想这运气的，我们就有机会赢了。主任为什么派他呢？因为他最强。最强，他有蛮力。对，你对每个学生都很了解，很了解。那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冠权，冠姓侯。哎呦，侯冠权。对，哇，家里几个兄弟姐妹？他还有一个弟弟。哦，长得超像的哦。等一下，那他家做什么的？他们家为了卖土托鱼羹。哦，真的假的？连这个都知道，是对的吗？我去吃过。阿妈家。那他乱讲，你也没有说他乱。这不算乱讲啊。因为以前我确实也住那里啊。哦，弟弟来了，弟弟来了，弟弟来了，弟弟比哥哥高，你看。哦，但弟弟，哥哥踢足球，弟弟踢什么？你也踢吗？足球，你是足球，踢足球。你哥哥厉害吗？我哥厉害，厉害，超级厉害，超级厉害。直接看就知道了，好不好？我们派出我们派谁？德国的佣兵。哦，杨将，杨将，杨一个，杨一个，开心吗？太嫩了。要猜拳，赢的先开始嘛？啊，自己选对不对？赢你要怎么办？猜拳赢的可以选择先攻后攻。哎，对，自己剪刀石头布 ，OK。哦，你要选择 ，you choice，you choice。但我要开始，你要先开始，我要先开始。那万一踢掉两根，他一根就结束了。我觉得我先开始。你一次干嘛踢掉的？我觉得全倒，对，蛮有机会。好了，好，那他第一个你踢一个哈，一次把他解决，让他没机会。OK， 来。弯下面，不好意思，来一杯，掉下来记得注意啊！牛奶小心了啊！弯下面，掉一根，你看，你真的一根，好，来。没关系，他也是踢一根，这个看运气啊，运气啊，运气啊！预备，稳住哦。对对 ，OK 哦，他在踢，对啊，第三个先来优势啊，他踢不会倒啦，啊，他如果在这颗倒的话，应该这个是很公平的，你们，杨一踢左边啦，哇，牛奶要注意了，快剩五根了，剩五根了 ，hold住啊，可以加一个，危险哦，哎，那他这一个一踢，等一下，你放。还有五根嘛？你要踢哪里？踢前面会倒。我想应该踢左边那边吧。左边，左边了，要踢左边了。他认为左边一踢他就倒了。左边的话就往那边去嘛。所以牛奶有可能往这边倒，自己要注意啊，保护安全。那最前面这一根的话，应该是最近的。你们住啊，hold住啊！但也要那么准呢？要准哦，快点加油！感觉是什么？我就很紧张啊，超快的。哦，对，那球很快，所以你看守门员多辛苦啊。啊，他球很有力啊。你这样已经欺骗我们，奖金要扣1000了。啊？欺骗什么？他说他踢左边，踢前面那根，把门牙都踢断了。啊，没有。对啊，他有3000块了。他们赢了。他们赢了，很厉害啊。厉害。哇，很准，很准。好，我们还是要搬3000块嘛。对对对，因为他刚获胜嘛。对对对对，很厉害，谢谢。来，3000块奖金，你要哪女生来搬吗？不用，你搬就好。我搬就好。对对对。哦，这中生啊，没有，说不定他喜欢谁，我不知道，问一下嘛。哦，你特别喜欢哪位女艺人吗？姐姐，有认识的女艺人？没有，因为没看过这节目。讲啊，哦，这么老实啊？啊，需要讲的这么老实，没看过我们节目。他们家没电视。等一下，主任说什么？家没电视。他们家没电视。我去过他们家，他们是租房子。哦，辛苦辛苦。大概不到3平。啊，真的哦。我去过他们家，3000块钱。我们每个礼拜我要在那。在那这样讲的话，对啊，给你钱。对啊，这
那个加打在一球啦，讲的这样，这是不是在一球啦？讲到这样就5000，讲到这样就5000块，5000块了，5000块了，对啊，好惨哦，不用踢，不用踢，直接给啊，太棒了，这个。笑笑来，牛奶，笑奶，牛奶，牛奶。哎，你这个要抓仿冒的牛奶。有点像牛奶。哎呀，是臭酸的牛奶啊！这是假的，这是假的。搬，来，假奶。这都是牛奶。它不是牛奶啊！下一次。它掉下来了嘛？啊，谢谢。好，谢谢，恭喜你同学。谢谢，继续努力加油了哈！希望你们能拿更好成绩，同时也带动台湾的这个足球风气。要从基层做起，将来很难说哪一个是 C 罗，哪一个是梅西。对对对，继续加油了，每一位同学。对对，谢谢你们。这个是过沟沟中嘛，对的，谢谢。好，希望今天安排节目大家喜欢，也要记得上网，我们有很多礼物送给大家。没有错，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锁住《民视》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